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汉，欢迎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飘渺仙缘。好，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啊，最强的隐藏版神装啊，可以免费拿，开局就可以拿到各种最强的福利啊，转蛋也可以抽到爽。这个转蛋呢，可以一直抽啊，一直抽，抽爽爽，可以拿到很多神装，然后还有各种的神宠，然后什么异兽啊。有没有各种最强的福利？哎，可以拿到这个有没有？梦魇，那战力可以最快速的飙升，那玩起来还有很多福利啊！最快速练功，像旭哥是齐天大圣，有没有收出有这个齐天大圣？然后最多礼包嘛，隐藏版需要开局爽爽刷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那么进入游戏了，开局就可以领这个 SVIP 10，直接刷到爽。刹那永恒，激活一下。然后就是刷关卡。向本座献上你的鲜血与灵魂。啊，这个游戏呢，哦，看起来福利开局就不错，直接 VIP 10来领一下哦，直接拿神装哎，太爽了吧！看，全套神装，凤出剑来领一下。哇，开局领神装，这是 VIP 5 VIP 6有神兵的炼丹。还有这个转蛋券，银两 ，VIP 8哦，神装 ，VIP 9这个武器的神兵的召唤券 ，VIP 10一样有红神装，凤出项链七，强化起来了，哎，有红包，顶一下，给不少哦，笑纳一下，哎，元宝给很多。来把这装备升起来，升新一下。哦，有这个 SSR， 领起来。智，求先天之道，众生虚度，无量劫。他这个为什么按不到？啊，有，终于按到了，按老半天，笑死！来这个时装，吞噬有没有？这个神装可以免费拿，还有这个翅膀一样可以免费拿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去挑战了，一剑碾压应该也可以了。我们已经整套神装了，还要玩吗？然后直接都秒杀的。哎，接下来一件装备，一件秒杀。来，我们一起去探险吧。哦，这个游戏就是主打这种很轻松的玩法。来抽一下转蛋，哎，抽中一个红色的欧气爆棚。再来个十连好了，这一次中了一个马腹，启动一下，来，可以一键升级，激活一下，一键升级，中了这个小地灵。来抽一下，它有一个欧气值，看来只是不太欧啊，只有十是不太欧的意思。来，我们把妹子强化起来，我们的小妹子伽罗，
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的序号总整理。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方的福利，福利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左下角一个礼包码，礼包码点进来，在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然后联系客服还可以拿到隐藏版的序号，他这边有讲。好，我们就在输入礼包码，我们输入这个 VIP。666 VIP 666，好，接下来按领取奖励。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个 LOL， 然后 DAY， 然后3 LOL DAY 3，按领取奖励。这个显示激活成功，它会把这个礼包码的福利寄到信件这边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签到领一下，这个神装可以领起来，在线奖励00。好，这边又可以拿到这个神装。然后可以去挑战这样。这个很多福利，免费的都可以领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把奖励领一领。然后信件在画面的中间，这边有这个礼包，礼包码的福利啊，爽啊！1000万的经验，可以直接最快速升等了。那其他还有像是画面的上方有 DC 码，然后有这个 FB， 这边都可以领到隐藏版的礼包。转蛋来抽一下，有就抽啊！来，再来抽一下，我们来抽转蛋。反正就是这种轻松无脑的手游，哎，装一个神器啊，欧气爆棚，哇，最强隐藏版神装，神器入手了，加精工100，然后生命值加7500，然后四神精工加375，这个神装，四神神器，哇，这个免费入手了，爽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大概都是商城啊，一大堆东西要买的。哎，使用一下，这个免费的就拿一下吧。每日的一样是免费的，每周的能拿加减拿一下。哎，又可以抽了，是不是？一直送转蛋券呢，也不错哎。拿到一些装备啊、资源啊什么的，好。还蛮爽的啦，突破一下，这个可以升级一下，神器哎，刚有拿到神器，可以激活。我们刚才不是有拿到神装，玩起来大致上的感觉就是这样。还有这个炼妖啊，有什么的，可以把它丢进去。一键炼化，一键搞定。哎，又有红包了，是不是？来开一下红包，笑纳了。以我先见。还有什么福利可以领哦？在线的奖励，所以蛮多的。然后他还会送这个熊猫，哎，很可爱，免费的熊猫。神宠啊，直接领神宠，熊猫一只，然后还送你很多抽，这边会一直送啊，每天都可以一直抽到爽，还送多少抽也不知道，我们往下滑一下，好像有好几千抽的感觉，他这边哦哟，他有送到一直往下送哎、欸。这样不知道送了两三千抽，可能是不是还更多？徐哥滑到现在2000多都还有哎、欸，我感觉送不完，可能有好几万抽吧。你看这现在在2700抽在这边，然后加上旁边的进阶奖励，可以拿到好几万抽。哎呦，有那么多时间抽吗？哦，抽到一个三台梦魇，哎、欸，蛮酷的。
咦，红色幸运元宝888，好爽啊！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这边啊，最爽的攻略，最爽福利啊，转蛋也抽得蛮爽的，算是一款无脑爽 game， 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无脑爽 game， 就是完全不用动脑，这样轻松按一按就好了。然后这游戏最强隐藏版神装可以免费拿，然后各种神装神宠啊都入手了，然后四神啊有没有都是免费的，然后有这个神宠嘛，哇，熊猫，好，分享给大家。